约，上班到一半，忽然朋友约我来健身房，是吧？欸，第一次来，我活30年没进过健身房。这就是所谓的格斗场，我们等一下就要进去打一下，一波带狗，一波带狗。Round one, fight!按推车，推得有够慢。冲往前！女生比较不会用这些器材，女生是干嘛？女生通常都来踩脚踏车、跑步。哦。做一个哑铃的，你可以基础动作。哦。那基本上你一定要挺胸。哦。因为这个动作是用胸部出力，所以你胸部一定要挺出来。上方的时候，你可以借用脚的力量把它往上拉。我靠呗，这么重哦！打不倒我的！好，先示范吧。下去，用胸去出力。脚，请问脚一定要打那么开吗？不用，我没有害你下哦。脚不用哦，看个人动作。像以前这样子的，因为这个东西你只感受到你的二头肌在用力。对啊对啊，但是我们做这个动作是练胸，有没有胸很大的那种？胸肌哦。对对对，要胸部很大的胸肌。我不喜欢胸部很大。我觉得自己高大英俊，健身也是个贤妻良母。因为这个动作是最快可以让你脂肪燃烧。我感觉到胸肌会缩在一起。对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缩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到你的胸部在出力。对。对，就不。好，来，马上试一下。空杠也蛮重的，我刚刚摸了一下。哎呦，还是重心要在屁股上面，往前推，下腹往前推。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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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抬头挺胸，然后蹲下去，再低一点。再低一点，好，上来，用这里，上来，往前抬，对，对，上来用这里出力，对，就这样。是，你说这个器具是可以让女生怎样？这可以让女生的不要胸部不要外扩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你讲话不要那么猥亵，来示范一下，怎样比较不会受伤？抬头挺胸。哦，抬头又是抬头挺胸，身体要一直线的。对，抬头挺胸，把胸部。就比较不会外扩这样。到你腰的位置，然后夹紧。重量轻的话，就是在雕线条。对啊。重量重的话，就是在练力气。所以不需要做很重，你也可以轻轻的雕。目的是什么？对，雕你的线条。就是运动还可以洗澡，不错。对。啊。我觉得这个就是，你说上班族，你说下班以后人更多嘛？对。对啊，就是有人上班族会失眠，就是可以来这运动一下，晚上比较不会失眠，对吧？还不错。今天就到这啦，拜拜。